生命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盼望已久的四十天的话语终于来了，我们就在今天要开锣了。在过去的几周，我有机会先看教学短片和使用这本四十天读经默想的课本。当我越做的时候，我的心里就越兴奋，越做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越来越多的领受和看见。我们将在这四十天的话语当中呢，学习几个简单可行的灵修法。每一周你将学习一个方法，并且用一周的时间来练习。在未来的六周，我们将一起学习同样的经文。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爱慕神的话语，如何学习神的话语，和如何活出神的话语。但要参加这四十天的话语，你需要做以下几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做个人的委身。我们有为你预备一份委身卡，让你可以填写委身来参与这个活动，并且在未来的六周每一周来参加聚会。第二件事情就是你需要参加一个小组，因为没有参加小组，你就无法得到所有的资料，并且在这个小组当中，我们每一次都会先看录影的短片。看完了这个教学的短片之后呢，你们就会做一些的探讨，一些的分享。第三，就是你需要每一天拨出时间来自己做灵修。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更深的来挖掘神的话语，更多的来认识神的话语，并且晓得上帝借着当天的话语在对你说什么。所以让我们学习可以开始自己喂养自己属灵的生命。第四，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我要鼓励你今天在聚完会之后能够到我们的柜台那边拿取一份报名表，填写了之后，我们将会帮助你转介你到家里附近的一个小组。在此我要谢谢每一位小组长和所有打开家庭接待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因着你们为我们的摆上，以至于我们可以开始进行四十天的话语。那么在这期间，每一个接待的家庭，你只要预备简单的茶水和放映 DVD 的机器，并且预备好要聚会的地方，这样就可以了。在这四十天的当中，我和牧者同工们会继续不断地为每一位来祷告，为每一位小组长祷告，为每一个开放家庭的弟兄姐妹祷告，并且为所有参与四十天话语的每一位都来祷告。因为我相信在这未来的四十天，当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将会开始改变。我们会从神的话语来明白上帝的心意，并且让我们更多的学习怎么样来聆听神的声音。因此我深信这个将是一个非常非常兴奋的一刻。你预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默想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背诵神的话语。因为在这四十天当中，每一周我们都会有一节经文要一起来背诵。我深信你可以做得到。我深信在六周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六节经文我们可以朗朗上口。所以我要在这个开始的这一天，我要为大家来祷告。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让我们众人可以一起在这四十天的话语当中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耶稣，我们祷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做一个圣经文盲，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灵里的眼睛都打开，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神你自己。借着这四十天，我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克服个人的软弱，能够排除一切的拦阻。主啊，你赐给我们明白的心，让我们不再对你的话语陌生，乃是要更深的明白上帝你每一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深信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
我们也深信在这40天过后，我们的生命都要改变，都要成长，因为我们的神必听我们的祷告。我求主你来祝福每一位小组长，每一位开放家庭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愿你纪念他们在你面前所摆上的一切，也愿神你打开我们众人灵里的耳朵，让我们在这40天里头都要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并且更加的认识你。谢谢主耶稣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